他外边给了还他一把大石魂嘛，第二话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嘛，拿出来还要你专门压过我屁股了。我说葫芦后边是魂，我啥子搞吧？前两排是把蛇精，我来玩掉葫芦边还不够多大？他跟他爸说说嘛，那我他不得家还说你那爸放那干那些小米的，但当年刚把伢喊我记得我呢。你的黄毛下来，他的手机顶在了我头上，这干了家，主要我们他妈一家多发帮了乱世主呀！我他不得家，手机他靠我肩膀，他也没听见这边刚才几把枪响啊！人要好的汉子，我那汉子一家人啊，干嘛子？好啦，马贵姐，我的老婆罗斯米姐，你咋办呢？阿里咋办呢？干嘛？阿达玛利亚。